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哈，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主播现在身后的这一台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全新的林肯 Z 啊，这唯一的一款轿车啊，咱们家里也是五台 SUV 一台轿车哈，五台 SUV 一台轿车啊，在这后面。您好，您好领导，请指示领导。有什么事儿？主播吃饭了吗？没吃。主播不是一个喜欢吃饭的人，不喜欢吃饭，不爱吃，不爱吃饭。我奶住院呢，思想有问题。嗯，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我就是那个思想有问题的，我就是那个思想有问题的。这个饭确实是不咋愿吃，确实是不咋愿吃。啥搭配呀？这衬衫能配这裤子吗？能配这个外套吗？丑死了！求你了，能不穿这个吗？吃饭不好，今天不在状态。没有，我爸跟我说我妈妈摔了。我爸跟我说啥呢？这是我爸给我发微信呢。人都阳完了，他们才开始阳。第二波这个阳好像还没有第一波那个轻呢。阳了，这主播不说话呢，不说话，说，干啥不说话呀？说话，不是说不说话。刚才看我爸爸给我发的。刚才在看我爸爸给我发的微信，我爸爸跟我说妈妈和奶奶阳了，然后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我刚才在看他给我发的微信。哎呀，愁人呢，真服了，愁人。好卡卡吗？还卡吗？有领航员，有的有领航员，领航员在那边哈，领航员在那边。好卡，现在还卡吗？现在还卡吗？我这边不是很卡哈，我没感觉卡，所以说连的是 WiFi， 连的是 WiFi 不应该卡呀。领航员顶配大概落地多少？领航员的话，哥是这样的话，他现在领航员的话，它的起售价格呢是22款的哈，是115.8万，是咱们的这个尊耀版。然后尊耀版的话，再往上去是总统版哈，总统版这是咱们标轴的两个版本。如果您之前了解过的话，您应该知道领航员的话分长轴和标轴哈。长轴的话是车长的话是四起了，车长轴的话，车长是五六七
啊，5米6，5.667的这个车长，然后短轴的话就是这个标轴的是5355哈，5355的两个版本。这边的话，如果您考虑的是，因为我不懂您说的是顶配是哪个意思，顶配的话应该是咱们领航员的188万的那台那个紫气东来，那个紫气东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现车，然后加价的话，这边的话。应该是50万左右吧，加价的话应该是在50万左右。油耗大概多少？油耗不高的哈，油耗不高的，因为领航员的话是领航员呢是全铝车身，领航员是全铝车身那个。那我回家待两天嘛，我这边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回家待两天嘛。领航员的油耗是这样的哈，如果标轴和长轴首先是一样的啊，这标轴的话两个版本，标轴的话两个版本，尊耀版哈，尊耀版和总统版，尊耀版是115.8万，总统版是129.8万哈，总统版是129.8万，128万，反正就是130万啊，130万和115.8万，然后这个长轴的话是142.8万。标准版的长轴是142.8万，紫气东来的那个版本哈，紫气东来的那个领袖一号，领袖一号哈，紫气东来的那个领袖一号，它是188.8万，然后那个紫气东来的话是有现车的，标轴正常没有现车，紫气东来有一台现车哈，有一台现车，然后咱们家标轴的尊耀版115.8万的。相信哈哥，之前我也不相信，但确实只是我们车主真实给我们的反馈大概是在16个油左右哈，15-16个油。中午好，王哥，中午好，修行哥，完美结婚的完美新娘。以前的主播去哪了？以前的主播自有他应该去的地方呀。看我不行吗，哥？看我不行吗？今天有点不在状态啊。我妈妈、我弟弟、我奶奶在家生病了，阳了。一直没抽时间给他们打电话。一直都没抽时间给他们打电话，然后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的主播，你问他自己吧。你问他自己吧，哥哥，你问他自己吧，别问我。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极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我在。现在不是已经不去了吗？我妈妈。我妈妈阳了，然后在家发烧烧了好几天，然后弟弟也阳了，奶奶也阳了，然后我妈妈前两天癫痫犯了，然后那个犯病的时候，就是往地下躺的时候，把奶奶
撞倒了，然后奶奶前两天住院，刚出院，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刚知道，我爸刚告诉我。emo 了，家人们 emo 了，这身衣服挺，衣服挺有气质的，哪身衣服没有气质？我把这个座椅调一下，我把这个座椅调一下。愁死我了，愁死了，愁死了，这怎么办呢？侧脸有肉肉，谁侧脸没肉肉？谁侧脸没肉啊？咱讲话，谁侧脸没肉啊？这身衣服挺有气质的，是不是？我也感觉挺有气质的，我也觉得挺有气质的，要不然不能穿呢，是不是？我也觉得好看才穿的，对吧？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下摆有点肉，这个是遗传的，这个是遗传的，不是我胖出来的，是遗传的。遗传的，我刚才说了要回去，然后他们说家里现在都阳着呢，我要是我又没阳，我回去还得阳，你不让我回去。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很久，这哎呀，这没办法呀，没办法呀，我也不在身边，那我又不在身边，那能有什么办法？那既然不在身边的话，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没必要就是操心这个事情，操心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什么用？我应该回家，但是他们阳着呢，我没办法回家。愁死了！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然后老板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哈，我们可以打在下方的这个公屏上。主播现在做的这个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全新的林肯 Z， 感谢关注哈，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什么做的是对的呢？我应该现在把直播关了，然后回家吗？啥呀？哪儿来的，大哥？修行哥，麻烦你解决一下。我亲爱的高先生呢？麻烦你解决一下，他自己走了吧？这不变态吗？这不是，这大脑船呢？这大脑船呢？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宝子们，欢迎哈，欢迎大家。解决了，好快，好快，好手。好手，好快。欢迎哈，欢迎大家，我怎么感觉这个镜头不太，位置不太对呢？往后一点点。然后一点点，先睡觉，下半场再聊。睡觉吧，哥，睡觉吧，睡觉吧。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然后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啊，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车。主播现在坐的这一台呢，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是一台尊上版的哈，254,800的一个尊上版啊。主播现在坐的这个是，咱们老板们有想了解的，有想了解的车型，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哈，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哎，泄气了。哎呦，哎呦，牛！哎呦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打了两个喷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大家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哈，欢迎。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然后咱们有那个，可潇洒了，还有午休呢，我的午休，我的午休在干嘛？我的午休在直播，我的午休在直播，我的午休在直播呀，这就是我的午休啊，这就是我的午休啊，太苦了。这就是我的午休啊，从大学毕业开始，这不是我吗哥，你这话说的这不就是我吗，我从大学毕业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午休，我给这脚垫踩的啊、哦、家人们，我给这个，我这个高跟鞋给这脚垫踩的全都是，我这高跟鞋给这脚垫踩的全都是眼儿，全都是眼儿，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欢迎各位老板们，欢迎各位老板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哈，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主播现在坐的这一台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全新的林肯 Z， 全新的林肯 Z， 休想占我便宜哈，休想占我便宜，把你抓起来不、哦、会把你抓起来的哦，会把你抓起来的哦。你给他看看我的聊天背景，就知道我是一个多么狂野的人。这占便宜劲儿的，别打去啊！占便宜劲儿，给你抓起来，给你抓起来，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怎么不能这么干？现在说，现在自己说了算了，还是没有午休，连假期都没有，那咋办嘛？老板们才这样呢。你别说，之前我们领导说，这怪不得呀，老板就是老板，这老板和咱们就是不一样，打工的和这个老板就是不一样。老板凌晨三点钟，就是当时航海家上市的时候，凌晨三点钟还在群里发，还在他们群里发那个，还在群里发微信，还在他们群里发微信，我老害怕了。现在那个直播间一卡，我就害怕，我老害怕了，我真的，我怕他封我号。我白他封我号，我老害怕了。我没有吓唬人。中午都咋的了？这是中午，这是怎么了？挑啥呀？挑 ，stupid。正好你说进来一个宝贝叫 stupid， 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这能不白吗？哥们穿的袜子能不白吗？咋的？咋能不白呀？我穿的袜子，完了，今天中午这场完蛋了，完球了 ，police 有屁用啊？我说你 stupid。什么文化水平，什么水准？
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哈，我们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啊，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车。主播现在坐的这个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主播现在坐的这个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我正在这雇佣，哎，主打就是一个雇佣。哎呀，主打的就是在这一个雇佣啊，雇佣啊，雇佣啊，烦死了。还得是黑的，黑的好看啊。早上为什么？早上为什么给我号封了？因为那个袜子坏了吗？因为袜子坏了，给我号封了都，我可不敢穿了。我哪敢穿呢？怎么了？怎么了？没有，没事。这是理想 L 八。L 八，老迷糊人了，这车，南哥。我之前去那个在北站。不是老迷糊人了，我之前在北站的时候去就是去看过，然后拍上拍照往我们群里发，就是他那个大屏前面那个大屏，从就像这个是，老迷糊人了，就是坏的概率比较大，就是那个空气悬架过个坎儿就能坏，就是好几个网上好多车主就是过个坎儿就坏了，早上能不人多吗？正常早上人也多。要不早上人也多，就是要不早上人也多，但是今天早上确实是还可以，今天早确实还可以。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呐，欢迎大家。早上是早上。这个我啥也没漏吧，咱讲话的不能再封我了吧。看啥都一样，有点要求是不是？有点要求。没事，想啥呢？欢迎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我现在心情贼不好，我现在心情贼不好。我这人情绪化特别严重，我这人情绪化特别严重，我一下就不好了，能理解吗？家人们，就是我的家人们在家里难受呢，然后我一下心情就不好了，所以说，差一点，早上状态也好呀。对，主要是什么忙帮不上，他们都阳了，我回去我还得跟着阳，这体格子也不好，就是我阳一下子也要拉了，你说这怎整？感谢关注哈，感谢关注。干着急都没有用，回去帮不上任何忙啊，回去什么忙都帮不上，回去你要说现在住院的话，你要说现在住院的话能跟着陪陪床啊，忙一忙，没什么可忙呢。好了，不把不好的情绪带给你们。好了，凯凯还不知道呢，一会儿他该来了，凯凯还不知道呢。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老板们，欢迎，欢迎哈，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欢迎哈，欢迎大家。人不经念叨，我知道你要来。因为提示我说我的朋友阿凯上线了，
因为提示我的朋友阿凯上线了。这个点儿，如果江凯不是上来看直播的话，那我觉得，他这人应该是活到头了。没开玩笑，他就是活到头了。欢迎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他的同事就得来查我了。你吃什么狗粮呀，哥？别闹，你待一会儿吧。哦，凯跟你说。这样的话那个和大家说一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周一周二吧，周一周二可能就休息了哈，可能是周一周二就休息了，周一周二都休。然后如果可以的话，看看在家给你们播吧，如果允许的话在家给你们播吧，没办法。看看，别吧，你说话吧，还是个，看一下吧。如果这样的话，跟你们说一下，下周的话，可能周一周二我就都休息，然后。我可能一会儿会去请假，然后请完假的话，咱们这边周一周二休息的话，然后干嘛呢？没有，要回锦州，刚才没来得及告诉你。那个刚才爸爸给我发微信跟我说，奶奶和那个奶奶妈妈和弟弟都阳了。然后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妈妈那个犯病的时候，把我奶奶，就是摔倒了，然后就是刚刚，就是住院了，然后刚刚出院，不是要赶你上班的时候我休息，一会儿去下播了去请假吧，不是休息，请假。周一周二吧回去，你怎么办？刚知道，我都不知道。我也刚刚知道。我刚才给爸爸发微信，然后问他樱桃好不好吃。他们都没告诉我，然后问我，我问我爸爸，我说爸，我说问他，我说爸爸上次买的樱桃好吃吗？我说。然后他就跟我说的，说那个他们阳了。我说好吧，我说那回去，我现在回去看一看。这周末的话，因为他们还阳着呢，我没办法回去，我寻思等他们好一好了，然后我再回去。我先等他们好一好了吧，然后我再回去。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然后咱们有老板们具体想了解、想关注的车型哈，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主播现在坐的这个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咱们凯凯跟我回家呀。一会儿看后排吧，好吗？一会儿再看后排吧，我刚在这儿坐一小小会儿。
哎呀，烦了，泄气了都。欢迎哈，欢迎大家，欢迎老板们来到大连吉朗林肯中心的直播间。然后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啊，我们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老板们，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车。看看后排吧，走吧。这个裙子，今天中午穿的这个裙子有点短。后排，我是真的很想在哪坐一会儿，我不是很想动了。我学尖了。我从这边上车，我学会了，家人们，我学尖了，我学明白了，我学会了，我从这边下车，我从这边下车。其实主要不就是因为回去帮不上忙吗？而且现在他们都阳了，我回去也不太好，我不想再阳第二遍了，真的很难受。秋秋秋秋秋，哎呀，鞋没穿上，鞋没穿上，完蛋了。好吧，穿上了。好吧，穿上了。哎，行了吧，哥们儿，咱讲话的这回咱讲话了，真是这个裙子啊，我真是，我醉了啊、哦，我醉了，这裙子我真是醉了。但是谁好人咱讲话，谁好人也不坐这个地方，反正是，就我吧，谁好人坐这个地方。今天为什么要穿那双黑高跟鞋呢？真磕碜呢，真磕碜呢。
你嘎。你搞，你别整，你别整，你嘎，开开，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我还是看着点这个手机吧，我的天哪，我还是跟着支着点吧，真有意思，讲这个话，我哪天不漂亮，哪天不漂亮，不会真的有人看边边角角就能猜出来这是什么车吧？虽然你们好像根本就不在意这是什么车，但是我还是要说，不会真的有人看边边角角就能猜出来这是什么车吧？我真的很想下去给你们发个福袋，但是我实在是下不去，我真的没办法给大家发福袋，我真的是没办法，我要下去了吧？就成墨迹了，反正得，就是不太好呀。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高压的油箱，但是我们的排放是达标的哈，排放是达标的，没有任何有关于排量问题的这个排放标准的问题哈，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有问题的话也不会说卖这么多台车，对不对？不知道哈。你上午没见怎么褪色了？你是说我的袜子吗？因为上午直播间被封了，家人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袜子坏了。那个袜子早上我穿的时候我着急，大家都知道今天早上我是怎么跑过来的，我滴溜两个高跟鞋，我光我丫在地上跑的，所以说就到这个地步了。那早上因为袜子坏了，就是来缝了，给我直播间封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换了一条新的。那个我怎么可能，我没那个兴趣爱好，谁爱撕谁撕，反正我兴趣爱好，我觉得撕挺没意思的。比亚迪不达标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比亚迪为什么就是达不达标的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我还没有了解这个事。不是说他们是恶意重伤吗？不知道呀。欢迎啊，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啊，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主播现在坐的这个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咱们的尊上版，您看的就是林肯的轿车是吗？啊，您看的是林肯的哪款车呢？ MKZ 吗？ MKZ 还是林肯 Z 还是我们大陆Continental？抖音真是出息了，给您推林肯是吗？主打的咱讲话就是我们凭在这里见面都是大数据使然哈，都是大数据凭实力见的面哈，大数据都是不会骗人的，您刷到肯定是有实力，对不对？您刷到肯定是有实力的。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哈，在头顶的位置，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哈。宝子们，该说不说，确实是该有肉的地方有肉。你说最老款是哪个款呀，哥？最老款 MKZ 吗 ？MKZ 还是那个大陆，还是那个汤卡？不会是汤卡吧，哥？我们都是凭实力见的面，对不对？早晚有一天您会听到，恭喜您成为尊贵的林肯车主，愿十字星徽标照亮您的前程与事业。总有一天您会听到的，对不对？证明我们能在这里见面，证明您是有实力的。所以说，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哈。1950年的嘛，对，那个汤卡，我们之前有一个，我们大连还真有好多台。大连真的有好多台，是那个我们之前有一个
你买了你没听到呀，你买了没听到，那我再告诉你，那我再恭喜您一遍啊哥。恭喜林先生成为我们尊贵的林肯车主，愿十字星徽标照亮您的前程与事业。叫什么来着啊，后面的这个叫什么，油门一响黄金万两，是不是还有什么来着，那天看着他们，那天学着他们啊，红绳一系让您顺顺利利，车门一关让您一路平安，挂档起步让您从此暴富，发动机一响让您黄金万两，是这一套嗑吗哥？是这一套嗑吗？啊，你不是姓林吗？我看你发的那个作品不是姓林吗？你也姓刘呀，我们是一个姓呀。发动机一响确实是黄金万两，别闹哥，别闹。总有一天你会听到这句话的，是不是？总有一天你会听到，恭喜您成为我们尊贵的林肯车主，愿十字星徽标照亮您的前程与事业。我可爱说这句话了，因为总有一天我也想听到这句话，。开心一点吧，开心一点吧。现在下一次再听就是紫气东来了，那我等你哈哥。现在紫气东来有现车，你知道这事儿不？紫气东来有现车，在沈阳能提。紫气东来有现车，哥，加多少你能接受？加多少你能接受？你劈哪儿的？啥时候我能听见你提紫气东来呀？但是我听见我肚子叫了，倒是真的。我点个外卖，我知道沈阳有车。嗯？你既然想买紫气东来，不通过我，怎么可能？好吧，你不通过就不通过嘛，不通过就不通过吧，没关系。郑州给我说的，说他们能调。现在现车估计就那一台，可不是。他们也是人，谁定的？定了没交出去。研究研究不哥，研究研究不来看看呀。我上沈阳啊，我上趟沈阳，哪天我们去沈阳玩吧，行不行？哪天去沈阳玩，然后我特地跑到沈阳金狼林肯，咱们去看一看那台紫气东来怎么样？我们去看看那台紫气东来怎么样？哪天去沈阳玩的好不？去沈阳玩的，然后我找一找。我看看能不能让我进去他们那个仓库，让我看看他们的紫气东来，看一看，行不？试试，咱也试试。一两千公里，你搁我这看不就完事儿了吗？吃点什么吧。
那个要传 GM 八的出门左转啊，出门左转。没换紫气东来放售后吗？我都不知道他放在哪。我没换林肯探险者，哥，探险者是那个福特的探险者。我们林肯的话，应该和探险者差不多的，应该是叫飞行家。我不懂您说的是哪一台哈？之前开的一直都是林肯的汤卡，林肯的汤卡1995啊，我知道大沙发的那台是不是？大沙发的那台，林肯大沙发，大沙发就是从汤卡，就是从汤卡被叫大沙发的，就是从汤卡开始的。汤卡确实很帅啊，我们之前店里来了一个车主的汤卡，您是前几天买的新款林肯，航海家吗哥？您这调度有点大呀，之前开汤卡，现在开新款的林肯，最新款的就是我们的航海家和冒险家。最新款的就是我们的航海家和冒险家，不知道您看的是哪台？确实不知道您是关注的是哪台，没有关系，恭喜您哈，也是恭喜您成为我们尊贵的林肯车主，虽然您早就成为我们尊贵的林肯车主了，还是恭喜您哈，恭喜您成为我们尊贵的林肯车主，愿十字星徽标照亮您的前程与事业，恭喜。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啊，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啊，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车。点个甜水吧，铁子，我渴死了。欢迎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铁子，我以为这一锁骨是你给我劈的，后来发现它是我自己的。不赞。就不赞啊，两二款的领航员，恭喜恭喜，原来那个主播呢，好问题啊，原来那个主播呢，好问题，你觉得他为什么能换成我呢，对不对啊，你觉得为什么能换成我呢，难道是因为他干得不好吗？当然不是啦，对不对？当然不是啦，因为他想有更远大的理想，更远大的志向，我们去干别的啦，就不在这里了吧？怎么看我不行吗，哥？是我们怎么哪个外资有罪，就是哪个地方不可以呀，老板？怎么呀，老板？哪个位置不可以？哪个不行，哥？哪个不行？打你啊，烦人，给你抓起来。我现在可是有背景的女人，你再这样说我，我就把你抓起来，把你抓起来。早上那个主播呢？好问题呀，这个问题问的简直是太好了。
服了，他去洗澡了。他洗澡去了。他们上午有考试，比了跑那个3公里，然后负重扛200斤，我都不理解。展厅摆这么多 Z 干嘛？因为想摆，主要是没车可摆，哥，我现在就 Z 多呀，不卖 Z 卖什么？我 Z 多呀。你说看就看，你说看就看，你要不你给我点点赞、啊、你说看就看，嗯，你给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吧，哥，你说看就看吗？你连个灯牌都没有，干嘛看？嗯，你加个粉丝灯牌我给你看。嗯，你加粉丝灯牌我给你看、啊、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哈、啊、中午好，中午好啊，宝子们中午好，老板们，然后老板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呢，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啊、老板们，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车。然后展厅里为什么摆这么多的 Z？ 因为想摆给看看吧。我今天早上逛我丫搁地上跑的时候，你们怎么没看见呢？这个时候想起来了，我今天早上提了这两根破鞋从展厅里哭哭跑的时候，你们怎么看不见呢？有灯牌的，你讲讲话了，点赞吗？点到现在，点到现在6200，点到迅哥边，点到7000，行吗？我这要求不高吧，点到7000不高吧，不高吧，是不是？这要求可不高，是不是？欢迎哈，欢迎各位老板，欢迎各位老板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给大家再发一个福袋，发一个福袋吧。我去，发多了。我靠，发多了，家人们怎么办？哎呀，发多了，我靠！我去，发多了，发多了，家人们，福袋发多了，福袋发多了，福袋发多了，家人们。快去领左上角的福袋哈，福袋发多了，福袋发多了，完球了。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参与一下哈，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去点一下，去参与一下，福袋发多了，完犊子了。福袋参与一下，福袋参与一下啊，福袋参与一下。50还好，对于我来说50已经很贵了，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的钱很贵了已经。这么快吗？你们点的这么快吗？什么手啊？这是什么手？咱讲话了，这有什么好看的？我就没理解，这就有什么好看的？这之前也是，这有什么可看的？这有什么好看的？我这高跟鞋10厘米，我这人就1米65，就1米66，有什么好看的？我这鞋今天早上滴溜着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看？我今天早上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今天早上就这么滴了这个鞋，就在这个展厅里面，我哭哭撩啊，滴溜这两只鞋哭哭撩，因为穿这些鞋走得太慢了，我直播要迟到了。见过这样的主播吗？没见过，我也是第一次见。我有什么办法？生活所困呢，家人们，生活所困呢，我难呢，
我真难呢。哎，早上想啥来着？左上角的福袋，老板们去参与一下吧。彤彤都放血了，彤彤都放大血了，咱讲话了。彤彤都放血了，我发了个50块钱的福袋，什么概念呢，家人们？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咱们去发一个50块钱的福袋，你知道这五块钱对我来说有多大的含义吗？这五块钱对我来说意义老大了，咱讲话的，多贵呀，多贵呀，太贵了，好吧？太贵了，那男人们，咱们把左上角的福袋参与一下吧，好吗，男人们？好吗，男人们？大家男人们，咱男人们把那个左上角的那个福袋哈，各位老板们，各位男人老板们，把那个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参与一下，好吗？左上角的福袋参与一下，就是那你们就是那就说看看脚呗，打不出来是不是？那个霍霍给屏蔽了，霍霍给屏蔽了，应该是屏蔽词。左上角的那个福袋哈，我们去参与一下。左上角的福袋哈，我们去点一下，去参与一下哈，老板们。左上角的福袋，你看这样能打出来，打那个应该是打不出来，屏蔽词应该是霍霍之前把他们屏蔽了。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别张罗呀。别张罗，降低中奖率，那必须得张罗呀，我发都发了是不是，还不能给我点反馈，还不能给我点评论，不能给我点点赞吗？是不是左上角的给老板们发了我们的大福袋啊，就对于我来说，你知道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自己充钱发的福袋有多么可怜吗？左上角的福袋咱们去参与一下，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去点一下参与一下，我自己也得参与上。白色，什么白色？这白裙子里面白内衬，哥，这白裙子里面白内衬，可不是白的，白色的裙子里面带了白色的内衬。我饿了，家人们，你们中午吃啥了？能跟我分享一下吗？你们中午吃啥了？能和我分享一下吗？葡萄冰茶加葡萄去冻冻，感恩的心，我没有时间点。欢迎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麻辣烫，哎呦，我真是好饿，我真的好饿，家人们，这我点个饭成费劲了，我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我点个饭我成费劲了，我真是饿呀。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大家早上好哈，宝宝们早上好。大碗麻辣烫，我确实是应该去吃点饭，我又一天都没吃饭了，我又一天都没吃饭，我总是一天就一顿饭，就晚上那一顿，一天早上午都不吃，知道为啥瘦了不？知道为啥瘦了不？一天就吃一顿饭，能不瘦吗？能不瘦吗？欢迎哈，欢迎各位老板们，欢迎各位老板们，欢迎哈，感谢点赞啊，感谢点赞，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哈，在那个头顶的位置，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哈，宝们，头顶上的位置给主播点个关注吧，宝子们好吗？给主播点个关注好吗？家人们，感谢关注哈，感谢关注，然后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加个粉丝灯牌哈，一毛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一毛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穷不了你也富不了我，就怕你想我的时候你找不到我，是不是？咱们把左上角的这个福袋咱们参与一下，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加个粉丝灯牌哈，加个粉丝灯牌，宝子们加个粉丝灯牌哈，老板们加个粉丝灯牌。我真的就是和艾薇把迪，艾薇把迪，欢迎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别说了，我越说越饿，我好饿呀，家人们，我好饿呀，我一会儿下午我得去吃个饭去，我真得去吃个饭去，我饿了，坤叔，
我好饿。哥，你看我好不好点？你对 我，你对我讲话什么态度？你想吃什么？不跟你好了，咱俩以后再也不好了。哼。你就这么样当全部观众面公布了咱俩的恋情吗？哼。宣布分手了吗？哼。欢迎哈，欢迎大家。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参与一下，点一下哈，那个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去点一下，参与一下，宝子们点一下参与一下哈。嗯，那个苦咖啡哥，您还记得吗？您还记得吗？我还记得，大哥给买点饭去。啥大哥呀？啥大哥呀？哪儿来的大哥呀？我不是，我是在直播，我点吃，我那我现在点点吧。我没有让任何人给我点饭的这个意思啊，别误会我，千万别误会，我是想下播了出去吃，我是想下播了再吃。我下播了再吃，我才不现在就吃呢，哼。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同事。啊，同事他们，我下播了再去吃，不着急的，我下播了再去吃。呀，我还有二十分钟就可以下播了，所以说不着急，不着急，我下播了再可以去。确实是想去吃点饭，有点饿啦。欢迎哈，欢迎老板们，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各位老板们，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各位老板们中午好哈，各位老板们中午好。然后老板们有想了解的车型，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车，我们再坐一会儿吧，行吗？我站不住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站不住了。这是我调的吗？可能 maybe maybe 是我调的，好吧，一看就是我调的。我要拽一拽哈，我想拽一拽，不好坐在这儿，起来反正是费点劲，坐先坐着吧。没抽中福袋，谁抽中了？恭喜恭喜抽中福袋的宝们，恭喜恭喜抽中福袋的宝子们，恭喜恭喜！我也没抢到福袋，恭喜恭喜抽中福袋的宝子们，恭喜恭喜！我看看这是啥版本？哎呀，这个是电动，这是手动的。座椅的手动调节哈，这个咱们尊雅版林肯 Z 的话，它都是手动调节的哈，除了顶配是那个电动调节的，这剩下都是那个手动调节的哈，手动调节的方向盘哈，宝子们，手动调节的方向盘。欢迎哈，欢迎的，坐的是什么车能说一下不？坐的是咱们的林肯 Z 哈，坐的林肯 Z， 我刚从他车前头过来，我屁股刚沾定，我刚把这个座椅调完，您这个来的倒是也挺快。坐的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哥，全新的林肯 Z 是咱们家这个所有的车型里面，你看哈，我们家是四款 SUV 一款轿车哈，我们一共就五款车型，四款 SUV 一款轿车，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款轿车哈，就是咱们家的这款林肯 Z 哈，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哈，咱们家这款林肯 Z。 然后如果林肯 Z 的话，
全系给你们搭载的是咱们 2.0T 的排量，245匹马力，8AT 的变速箱哈，全系都标配的，245匹马力，8AT 的变速箱，2.0T 的排量哈，这个是全系都标配的，不像其他品牌是分配着有高低功率的这些，有高低功率的这个分成哈，咱们家是没有的，全系都是高功率的发动机哈，全系都标配。然后内饰的话，咱们现在能看得到哈，这样一个，你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我，好吧？座椅调节在门下的这个位置，标配的话是十项的座椅调节，这个是应该是十。反正不是24、20吧，应该是20项吧。你那么快就换好衣服了？我上午下午直播隔了2-3个小时呢，哥，我换个衣服而已，动不了摄像头啊，哥，摄像头动不了，我动了就不是这个。我往后退不了哈，哥，往后退不了。然后咱能看得到的哈，咱们林肯 Z 的话是一个1.1米的一个超长大连屏哈，内饰的科技感非常强哈，1.1米的大连屏，我还会变魔术，我怎么可能会变魔术啊？1.1米的一个大连屏啊，哥，如果您具体想了解一下我们林肯 Z 的这款车，您可以在下方的这个小风车里面留一下咱11位阿拉伯数字哈，您可以在下方的这个小风车里面留一下您的11位阿拉伯数字哈，哥，在下方的这个小风车是什么底盘？哥，触及到我知识盲区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底盘，哥，真的不知道，但凡知道我一定会告诉你，但是你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不记丢。我真的不知道，哥，但凡我知道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发动机、底盘、变速箱啊，那个就剩我就只有底盘我不知道，剩下的我都知道，因为咱就是说我是一个正经八百的销售哈，我是正经八百的销售，但是我的客户很少会问我他的底盘是什么，因为只要开过美系车就会知道哈，理解吗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稍等一下哈，我看一下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哈，什么底盘？我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底盘。前麦弗逊，后多连杆，这不是，这个是底盘吗？我知道前麦弗逊后多连杆，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底盘。你别说，前麦弗逊多后多连杆这个事儿我还真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底盘，因为我们会考这个，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的客户很少问我这个问题，但凡就是，也就是老粉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硌脖子的人，就但凡如果有客户问我问题我不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去，我一定会去学，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硌脖子的人，就是美系车应该就像你们说的应该是不太在意这个东西，但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这几个字儿我是知道的，你问我我也会知道，我会告诉你这前麦弗逊后多连杆，但是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含义，我只知道有这几个字儿。市里堵车没办法呀，市里堵车没办法。美系车就主打的就是马力大、动力足，然后舒适度高。对呀，我记得它不是悬挂吗？真是，这事儿不赖我吧？这事儿不赖我吧？我记得你问我什么悬挂，我会告诉你，还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没问题啊。没问题啊，然后高配的话咱们家一般都是 CC， 高配的话是 CCCCD 的悬挂，然后那个再高一点的，再高一点级别的是这个，再高一点级别的就是咱们的空气悬架，空气悬挂得到那个飞行家的行政版。这玩意我不太懂啊，我确实是不太理解，我确实是不太理解。我也想去香港那边玩，我真的很想去。我想去，我一会儿得出去吃，我一会儿得出去吃口饭，我太饿了。但是我们，我说怎么不喊我呢？原来怕挨抓，我说怎么不喊我呢？欢迎哈，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嘻嘻嘻嘻。